习惯抑压好感，做我这个低等的人。面对所有不稳，就却只有冷枕的怜悯。无止境漂流，寻回热情感觉，就要找对手。怕再虚构分身，越过空气密云，越似近。无疑伴侣是你，是你吧？神奇地碰到内心痛楚吧，直像网络暧昧对话，不实际，但更真挚。感觉 MK 或始终也不羁的人，像只天蝎转一，或最喜爱消失的人吗？联想你学会兴奋吗？来欺骗亦不怕，无疑伴侣是你，是你吧？能陪伴我孤独中痛哭吧，直着网络暧昧对话，不实际但更亲切吧。无疑地说着说着说话，愉快冲击，无聊已失风华，连结于网络，让我们不停记录更亲爱。有日真实见面，何时见面？我恐怕终止了牵挂，离拒绝对话，仍能阅读从前被犯的话，连线好像慢慢收沉吧。你为我闪过一下，难言作骂。就要删除吗？